看星雨，神意似奇迹，那什么延续一线生机？最后的文明失去了重力，欲望吞噬谁的心？你说我渺小是注定，只配无能为力。强者定下规矩，弱者计较公平。我偏不屈命，用低谷奔赴起，失去让他失去，方能开天有辟地。划破了摆荡的心。 真正的杀招在后面，舰体发现不明物体，爆炸物必须手动拆除。你们接收岗位，我去。得，闯祸！不惜代价击毁唐龙战舰。所有战舰合成一艘，就有机会。合成一艘，保持队形，前进。你这个阴魂不散的家伙，是你逼我的，我要你消失。 把主炮功率调到最大，干掉唐龙！去死吧！全速前进，冲过终点！什么？让他躲过了？神，请跟我们走！卑鄙无耻！ 真是偏激了奥姆斯特那小子。将军不用担心，已经处理好了。沈日不会说出任何对将军不利的话。哼，沈日不足为患，但你知道失去自走炮舰对我造成多大的损失？只要总统还在位，损失点自走炮舰算什么？什么？大选在即，奥姆斯特的狼子野心谁不清楚？ 即使他们东北军区联合，在议院的席位也不过半数。如今只要有您南方军区的财力支持，一旦总统成功连任，以后几万艘战舰还不是随时都有？好，那我就陪你们玩玩，就让姓张的和古奥那根木头商量吧。
看他们敢不敢动我。嗯，对了，有一件事你得帮我，把唐龙这小子给我做了。一个中尉而已，找个机会做场试吧。唐龙，唐龙小队在穿越心门的时候受到了一些辐射，没有大问题，已经陆续醒来了。好的，我们马上过去。长官，你终于醒了。老大，我们还活着呢。长官，沈日因为袭击你已经被革职了，听说军部还会嘉奖你呢。大家辛苦了。老大没事就好。他们就在里面。丽娜莎，元帅，元帅，干得好，唐龙。报告元帅，强将手下吴若冰。听说你想当元帅？我还差得远呢。我看你有希望，说不定在不久的将来，你就能取代我。哇，这是舰队指挥官的勋章！老大好厉害啊！唐龙中尉。希望你今后再接再厉，再创辉煌。是，元帅。嗯，我宣布从今天起，联邦正式成立自走炮舰舰队。好，太好了！以后这支舰队就交给你们了，希望你们能让它发挥出最大的威力。元帅，唐龙定不辱使命。嗯，我还有个会，你们好好叙叙旧吧。是。我有点事情想单独和你们长官聊聊。让我也听听呗。好了，走了走了走了走吧。没想到他们这么快就对你下手了。丽娜莎，你不是？是元帅救了我，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。你去首都都查出什么了？查到了莫恩雷斯和总统的通信记录。莫恩雷斯利用生产自走炮舰的经费为总统竞选提供资金支持，作为回报，总统在连任后将帮助莫恩雷斯扩大其在军中的势力，与元帅抗衡。另外，我还查到了一份内部资料，自走炮舰设计不完善，很多技术参数并不达标，若是上了前线，无疑是让联邦的战士给敌人送人头。什么？这帮唯利是图的高层竟然不顾联邦战士的死活？拿到证据了吗？还没来得及上传证据就被人袭击了。是莫恩雷斯的手下？是一个银鹰帝国的机器人。银鹰帝国？什么人？已经走了。看来我们被盯上了。现在联邦内部一定有帝国的人。既然你们想玩，我唐龙奉陪到底。刘四号，占领制高点，监视整个广场区域。收到。艾尔华，增派士兵进行火力压制。收到。李立军，驾驶战机在空中监视，提供火力支援。收到，老大。不错嘛，抓捕工作布置的有模有样的。不过你以自己为诱饵，就不怕危险？哼，害群之马一定要抓的。季小姐姐，我只是好奇，入侵电脑、修改资料、窃听军事会议，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陪玩啊，你不是在游戏人生吗？我陪你啊，陪你解决各种问题，陪你一起抓坏蛋，陪你一起改变世界。嘿，如果真的能游戏人生，那该多好。不想当元帅了？那倒不是，只是觉得让同伴一直为我犯险，我担心有一天会失去他们，对吗？嗯。那你会担心失去我吗？当然会。小姐姐，其实我一直在想，如果你是……发现异常信号。各组汇报情况 ，A 组无异常 ，B 组无异常。李立军，汇报空中情况。
李立军，有人干扰了信号，你你怎么在这里？不好，长官遇袭了！娘们，你不是李立军！哎呀，快跑！这是阴鹰帝国的机器人。机器人！你跑不掉的。马上撤到近点。开火！集中火力打残他！大家小心，刺客是帝国机器人，保持攻势，不要停。B 组准备拦截。李立军驾驶战机从空中打击他。好的，老大，来了。老大，我把他送到你那儿。站住！还要去哪儿？谁派你来的？启动自爆程序。自爆！又变形了。他混入人群，屏蔽了信号。不好，长官，国奥将军传来军令，有敌情警报。敌情警报？在哪里？死亡地带。死亡地带。失败了，计划提前，到时候把箱子带上飞船，交给指定目标，如果有人发现就提前引爆。明白。我说达伦斯，你怎么老绷着个脸？不会还在想上次武器测试的事儿吧？我是在想，公爵大人和伯爵大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派我们去特斯拉星系？那里明明已经有十万驻军，对面的联邦古龙云星系又没有敌情。两位大人是一片好心，知道帝都的皇子们在争太子位置，不想让我们皇家兵团掺和进浑水里。哼，这正是我感到奇怪的地方。两位大人手握重兵，明明可以扶持自己的势力上位，却拒绝了所有皇子的拉拢，这感觉像是另有效忠的人。哼，这可是你说的。联邦边境星域附近有大规模战舰调动。是银鹰帝国吗？是的，在死亡地带边缘发现敌方赤喉级战舰，具体数量不详，估计至少有200艘。死亡地带，等我们赶过去，对方可能已经逃走了。唐龙，我现在命令你带领全体自走炮舰舰队前往死亡地带执行警戒任务。但是据我所知，炮舰的战术性能还未达要求。将军，我觉得唐龙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。难道让我再重复一遍命令吗？唐龙，这是你首次出征亮相，务必要取得全胜。是，唐龙接受命令。祝你们旗开得胜。全体听命，所有士兵登舰，前往死亡地带，歼灭敌方赤喉级战舰。杀手刚逃脱，这边就要出征。
这个时间点也太巧合了吧。这次战斗只能获胜，不能失败。必胜！嘿，终于可以实战了。这次我李立军肯定会立大功。等进。是。请各战斗员就位。定位目的地坐标死亡地带。兄弟们好好干，这次一等功肯定是我们的。出发。老大，你说我们是不是有点晦气？第一次出征就是死亡地带，但是我已经等不及了。死亡地带怎么了？你不知道吗？据说几百年前联邦跟银鹰帝国在那里打了天昏地暗，无数战舰被击毁，迄今为止那里还漂浮着许多古代战舰的残骸，也被称为战舰坟场。帝国的内奸还没有查到自走炮舰的隐患，也没有解决，这时候就被拉上战场。长官，一切已经准备就绪，抵达之后按照预定战术散开。长官，雷达上没有任何反应，电磁干扰很严重。哎，这里安静的可怕。别担心，听到我们的大名，敌人已经灰溜溜的跑了。敌舰怎么会选择在这里集结？这么狭小的空间，赤候机战舰不可能通过，除非……吉娜，通知全体炮舰散开，防护罩开到最大。啊！还愣着干嘛？全体散开，防护罩能量开到最大。重复，全体散开，防护罩能量开到最大。切，一惊一乍的，开到最大。啊，那是什么？结束的剧本写满不朽。